到至今有过不少代表作品，受到许多粉丝喜爱，美丽的双眼皮大眼也成为他身上最大的特色，但没想到日前却被网友酸有点像金鱼，甚至怀疑他甲状腺亢进，眼睛好像有点凸。今日孙俪在节目上聊到这件事，表示自己因为舆论压力，某一天和医师好友吃饭时便问对方自己的大眼睛是不是和甲状腺亢进有关，结果却被好友骂说你有病，你眼睛又不是第一天大。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亲自去了一趟医院做了眼睛的相关检查，在医生诊断过后确认他没有罹患甲状腺亢进等症状，不需要太过担心，也直接打破网络上那些谣言。